每次都是一起出去，但是小花先跑回来，小美在最后。你连姐姐你都不等，你姐姐白对你那么好了。你看你这个背影多像一只猫啊，这个尾巴也像，你是不是像只猫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世世红，爱吃肉，一个柯基田园橘猫二哈。你的配色又像二哈，哟呵，还挺厉害你。是小美姐姐陪伴你长大的，你总要报答一下她吧。小美走得慢，而且她喜欢在路边吃草，你就等等她呗。小花现在这样对你，你就不应该小的时候对她那么好。她现在多淘气，还欺负你，还不等你。小的时候陪她睡觉，天天照顾她，还给她洗脸。你看她小时候也挺好看的。她现在唯一没改变的就是吃上面，还是那个吃货，从小就那样，长大了还那样，只是模样变了。模样那时候咱们还怕她耳朵立不起来，咱们还用那个纸板，然后用胶带给她缠起，让她立起来。结果都没怎么缠，就缠了一次。就立起来了。小的时候小美就逗着她玩，小美那时候轻轻地咬她的腿，就是想把她放到窝里去。现在倒好，她狠狠地咬小美。长大了就完全变了，性格也变了。好了，我是世世红，爱吃肉，我们明天见。